可恶，我被传送到了，全部都是蜥蜴方块的空岛上。我的任务目标，开蜥蜴方块，开出最强的武器，打败箱子里的 BOSS 双怪蛋，即可传送到 MC 村庄。我能否战胜他们，成功的返回村庄呢？这么大，妹子，我去！我的妈呀！走你，帽子！怎么给我倒？先把这岛的信任给开完吧，兄弟。好吧，先。哎呀，我开完这么多信任不很无聊吗？还不如开个装备好的直接打龙去了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的妈呀，我也死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，跟我小神 PK， 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我去！我去！哎，没看到，这么多幸运块，我都不知道开哪一个是了呀！你要是全部给它开完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也太干了吧？帅不帅？这地图有点卡呀，好害怕呀！看，好，下来了，来吧，开吧！哎呀，这就站起来了吗？这不叫四十伤害？这要是能死，那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兄弟们！我是不是可以飞了呀？哦，还不能飞，没事没事，不着急，感觉我快飞了，兄弟们，别炸了啊！炸的还挺疼的，你别说他炸的，哎呀，这个刀，哇，可以，哇，这次就死不掉了呗。我的天哪！More moments later， 哇哇哇哇，好快的速度啊！好，我来了，我去，一到十，哇！哇！我的天哪！哇，这，好乱呀！哎呀！你砸到我呗！哎呦我去了！啥叫实力派？啥叫实力派，兄弟们？根本就不是一个 level。好穷啊！这边看完了，我去那边取好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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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！哇 ！Five minutes later， 那我们先把装备先穿一下吧。来，我们来打一打我们家里的那些 boss， 打他们应该现在很简单吧。boss 啊，你玩我，他不真血，他一直在搞我心态啊，是吧，啊跑跑跑跑啊啊